好，那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来点取足三阴经的穴位。足三阴经的穴，那么我们也是先来回忆一下，足三阴经它循行的这个方向大致是从哪儿到哪儿？从足到那个胸。从足走胸腹，对吧？所以足三阴经它起始的穴都是在脚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足太阴脾经的穴位。脾经的第一个穴在足大指内侧，指甲角旁开0.1寸，这是隐白。这个0.1寸呢，也是跟咱们上节课点取手上的穴是一样的。我们取这个指甲的基底缘和内侧缘的这个交点，然后接下来在第一指趾关节。指关节前后，它点在赤白肉际上，大都、太白。那么点取了太白之后啊，我们沿着第一指骨向上推，推到第一指骨的基底部，就是推到推不动的这个位置，这是本经的公孙。公孙。然后接下来在足内踝的前下方，前下方什么概念？前下45度啊，所以这是向前向下，前下45度，这个凹陷，这是本经的商丘，商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脾经就到了小腿上的穴，首先一个在足内踝高点上3寸的三阴交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说内踝高点上3寸是一条线，是吧？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条线才能确定这个穴的位置。那么另外一条线是在胫骨的内侧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找到胫骨内侧缘，我们可以用一夫法来量取三阴交。那么从三阴交再向上量取一个3寸，同样也是在胫骨的内侧缘，这是本经的楼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取阴陵泉，在什么胫骨内侧科？小腿内侧内侧科。那么我们沿着这个胫骨的后缘向上走啊，推到有一个拐弯的地方，这就是胫骨内侧髁，在胫骨内侧髁下方的这个凹陷就是阴陵泉。那么阴陵泉下3寸，这是本经的骶髻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本经在膝关节稍上方有一个穴，就是血海，在这个髌底内侧缘上2寸。这个我们说过有一个简便的取穴法，怎么来取？我们用手掌摁在它的髌骨上，对吧？四指前伸，那么拇指斜向45度下按，在这个拇指尖下，我们给它按在股四头肌隆起处，就是血海。所以跟它相对应的啊，我们在这个髌骨的外侧，同样也是髌底上2寸，也有一个穴，这是阳经的足阳明胃经的两丘啊，所以这是两个对应的穴。那么脾经常用的小腿上的这些穴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肝经的穴。那肝经它的起始穴。大敦在足大指那么接下来行间啊，在第一二指之间啊，这个指蹼缘的这个位置行间。那么从行间我们向上推啊，推到这个推不动的位置，
也就是第一二指骨的结合部前方啊，这是太冲。然后再向上，中风了是吧？再向上，在这个踝的这个横纹上面有本经的一个穴，中风。那么我们让它这个足稍微的背伸是吧？从这个内踝向外，向外来摸啊，摸到胫骨前肌腱，在胫骨前肌腱内侧的这个凹陷，这是中风。在胫骨内侧面的中央，这有本经的一个穴是离沟，所以这个穴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就是骨头啊，所以这个穴我们针刺的时候应该是平刺的。然后再向上，同样也是在胫骨内侧面的中央内踝高点上七寸的位置，这是本经的中都。那么呢，在这个内踝高点上八寸以下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肝经它是走行在脾经的前面的啊。那么过了内踝高点上八寸的这个位置，肝经就要向后走，走到脾经的后面去。所以再下一个穴，它在阴陵泉后一寸，本经的膝关。再下一个穴呢是曲泉。那么取曲泉的时候，我们让它屈膝，在这个腘横纹内侧端上方的这个凹陷处，我们来取曲泉。所以这是肝经在小腿上的这些穴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足少阴肾经啊，在这个下肢的这些常用的穴位。那么肾经它起始的穴是在足底，在足底，去之后前方出现的这个凹陷，就是涌泉。然后然骨的话呢，我们找到这个足弓的最高点，找到足弓的最高点，最高点下方的凹陷，这是然骨，也就是舟骨粗隆下方啊，我们给它点在赤白肉际这个位置，这是然骨。是太溪。那接下来呢，从太溪向下0.5寸，在跟腱的前缘，这是本经的大中。那么太溪直下一寸，水泉。所以这是足少阴肾经，它别入根中，要在足根这个位置，它要环形一下，这是它的别入根中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内踝下方的直下的凹陷，照海。那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小腿，肾经有一个穴是复流，复流它是在太溪直上2寸啊，就是我们刚刚点的三阴交是上3寸，所以上2寸，在跟腱的这个前缘，这是本经的复流。那么同样也是在2寸的这条线上。在胫骨内侧缘的这个后方，这是交心，所以复流和交心它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。然后再向上，太溪上5寸，在这个腓肠肌肌腹内侧，这是本经的主宾。那么最后在膝关节处，我们让它屈膝，在膝关节的内侧，我们做下弹拨，可以摸到两根肌腱，一个半腱肌腱，一个半膜肌腱，
那么在半腱肌腱和半膜肌腱之间有本经的一个穴阴谷。阴谷，所以这是足三阴经比较常用的这些穴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同样呢也是分组来做一下点穴的练习。行。第一个穴是什么？淋巴。对，淋巴它就是这个指甲沿肌底部与这个指甲角内侧连线的小点。大肚太白皮。淋巴。然后是大肚是吧？大肚是在第一。在足大趾。足大趾。跟肩前下方赤眉肉际凹陷处，这个这对，然后它的后边是吧？第三个穴，太白。然后它是太白，然后是公孙是吧？公孙是等于这个向前推，推到第趾骨脊脊的前下方。前下方赤眉肉际。推不动的地方。对，把推一下。所以能推到脚后跟，对，是吧？嗯，你把我点的一个疼，你把大肚子的根分到商丘，商丘就是全腰椎，对，商丘是在内踝中间下方，是中骨结节。不是在肌肉上上肌丛，三肌丛，上三肌丛，然后是在什么？胫骨。胫骨内侧阳后方。然后再找阴陵穴，阴陵穴是在胫骨内侧的这个上方，这个管内。阴穴，然后下三寸是阴经，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膝盖骨，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四肢是这样，就是并拢，四肢并拢，然后我们指是45度，那年龄肯定比咱小多，是吗？我那是血海，
他有感觉吗？有感觉了。双方上指力不够。双方上。哎呀，双方上。得了。地基需要很。嗯。打松。打松。那个是这种的，是也是零零一的，大指的，蓝色的，琴键是在，琴键是一二是在我这边，这边，是的，传出去，三中是一二三五，结果是之前。然后是中分，中分是让他那个气儿阻止，就是背身，背身的时候那个进前，进入前肌腱的内侧，进入前肌腱在哪？这个这个内侧，对，内侧这点。这个这是中分。然后是一共是在中分上，从内踝尖上五寸，在胫骨内侧面的中央。胫骨内侧面的中央。这是内侧。这是胫骨上，胫骨内侧面，这就是内侧，内侧面的那个中央。先量三寸，然后再量内踝尖上内踝尖那个。这样，这个中央吧，这就是这其实进步了，这就是进步。他进步了，他进步了，他进步了。一勾，然后是中勾是上起来，再上两寸。中，谁上两寸？中。对，这个一勾上两寸，正上吗？对，可以。我手也行。没错。看得大。这一共是几寸？这就是一寸，这就是两寸。我看。水泉是太极之下。
段，然后是半径记忆半径记忆之间。